来来来来来来，看这个。哦哦哦！各位，这第一栋富凯大饭店，你看，鬼拢搬起来呢。哎，鬼拢搬起来，一样又是软脚。黄金奶油，哇，提了了。我喜欢吃奶油酥条，哎。下来下来，哎，那工程人员。哦，够有营养的啦，嘛唔通啦。欸、各位，你看这个，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看到那个，这有一样啦，你看了哪面啊？你要看屋嘞，一家是拢地层下陷，拢崩起啊啦，你看，迄拢崩起啊啦，恐怖，有无？迄后壁拢崩起啊啦，你看，涂骹拢裂出来啊。惊到啊！惊到啊！哦，我看卖够有无？应该够有啦。惊死！统帅也倒了啦。看一下。啊，这就刚刚那个奶油酥条啦。不是啊，这真的可以这样马上进场哦。好，各位，你看他们真的很了不起耶、欸！才多久？几个小时而已，三猫已经来了。但我现在害怕的是，等一下有余震啊。阿弥陀佛，天佑台湾，不是啦，你哪个有余震啊，就有一样哎，紧贴贴。但是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猜啊。可是我跟各位讲，不用担心，因为里面应该没有人了。这个本来就化危楼了，就是这一栋本来就要处理掉了，只是没有想到真的震一震就倒掉了。他现在感觉起来跟那个天王星一样啊，先堆那个阻力墙啊，先把它支撑住啊。中山路哦，这主要干道是不是？哎呀，看我告我一样。我看一下他在干嘛。今天的花莲市停班停课状态。亲自送上餐点交给辛苦的救灾人员。花莲昨天一整个晚上地震摇不停，地震规模最大达6，造成统帅大。而且你看哦，他这边是前面，可是它后面也在动哎、欸，所以代表这是不是整排都出问题了？感觉好像是哎、欸。OK， 行。玩一下，他有没有其他的？哦，没关系。哦，这就富凯另外一个角度，你看，而且各位，我怎么觉得越来越斜了？撸来撸斜嘞。最。OK， 借反连线。房子。哦，那统帅呢？我要看，不是统帅吗？统帅在哪里？统帅怎么了？统帅看一下。导线电，紧接着连日的是统帅怎么变立法院的？不是吧？我被跨统帅啦。日上20号的时候，台电的董事长王耀廷就宣布了请辞。不过不到72个小时，他又出来就，哎呦，这不行！不是统帅呢？统帅在哪里？哦喂，哎呦，哎呦。中天有没有统帅瞬间啊？看一下，两大楼瞬间，瞬间天王星瞬间，有没有瞬间？
瞬间来，哎呦，等一下，他是哦，哎，他本来就还就已经支撑了，哎，所以他可能本来就有危险，哎。哎，各位，这就是那个奶油酥饼，对不对？哇！鬼龙棒体。哦，富凯不是围楼、哦，所以富凯大饭店不是围楼、哦，那呢？不是啊，安尼 H 钢嘛不好啊，站下去也是倒啊。对啊，没有，还好没伤亡了、啊。哦，你看 ，OK， 给他吸的。等一下哈、哦，各位有一个有趣的消息。哦，各位，你看，你看，大家都在讲一件事情哦。地震之后为什么很奇怪，一直有闪电出现呢？包括富凯大饭店，我们刚才讲的同色饭店，好，然后有粉专就讲哦，打雷不是天有异象，是封面带的雷雨包在北台湾附近，跟地震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各位啊，我昨天关键时刻哦，我看到我们有其他来宾在介绍这个雷雨包、哦，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可怕，你知道吗？因为震完之后，那个土石跟地表都会松脱，那你说雷雨包来又降下好大雨哦。会出事情，各位，你们知道最近雷雨包来了吗？你去看中国大陆，他们最近受到雷雨包侵袭的这个地方都很惨。哦，同哦，真的假？富凯没有红单哦。我应该这样讲，我爱吃跟那种什么奶酥有关的所有东西，我都喜欢，好不好？所以才会脸这么那个啊、哦。OK， 哦，各位。所以你，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注意啦，因为接下来紧接着雷雨包会来 ，OK， 所以那你如果又配余震，好，那就会出问题。还有一个我要跟大家讲的是那个啦，那个，对，有一个专家，我觉得那个专家讲的蛮好的。来，首先我们先看这个，你看哦，各位，所以你不要觉得没事哦，真的大家注意安全哦。来哦，因为昨天最大已经到 6.3 6.0 哦，其实不小了，大概十分 7.0 的十分之一啦，哦，所以今天呢开始释放很多余震，结果气象局跟我们讲哦，说你看哦，昨天傍晚起都只是在南边开始释放能量，规模还很难说，余震至少会持续半年到一年，各位，半年到一年。那气象署统计呢，累计有83个，有感的45个。OK， 花莲凌晨东部瑞士规模 6.0， 深度10公里哦，算不也不也不也算蛮浅的哦。又发生 6.3， 更浅 5.5， 5.5 非常浅。好，能量在逐渐释放，但是没有那么快、啊。你看哦，吴建富讲了，因为之前都是在北部释放能量，那南部地区都没有释放，所以它的应力会不均衡，所以它现在等于说南部地区会开始频繁的释放能量，过了应力均衡，哦，可能会持续半年到一年，都是4、5、6，而且规模甚至有可能会更大。北部释放完了，换南部释放。你看哦，应力调整，这叫应力调整 ，OK？
啊，各位，这个你看哦，有专家讲了哈、哦，郭凯文说的，正央开始出现在南边了，而余震大都在台东纵谷海岸下方。他说有往南平往陆地移动的趋势比较罕见。哦，那郭凯文其实他有讲，他引述一个1951年的时候曾经发生一起 7.3， 后来又发生 7.1 跟10个 6.6 以上的，主震一个月之后余震逐渐往南，到池上之后又 7.0， 所以这种往南走的地震要小心，现在就有点类似1951年那时候的情况。所以各位你不要觉得事情好像过了、郭凯文他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他因为他等于是他的这个板块交接处北部出现了地震之后，但是因为南部还没有正常的压力释放，然后它一路往南延的时候，很有可能还有另外一波大地震。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伽马、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